夏天，你从冬给秋天，围中现在落叶间再相见。应该不会追过来了。手自己打着吊瓶还来，身体还要不要了？没事，这都是小事儿。我在医院里就是无聊，看了看小视频就刷到了你，我就赶过来了。初夏，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不要再把我推开了，好吗？无论任何事吗？对，无论任何事。我回到十年前，知道了一个真相。什么真相？我知道陷害你父亲的凶手是谁。谁啊？什么？